我飲完之後就吃佢個包皮。OK。早晨，今天是行程最尾的一日。阿二拎个仔 Obi 唔舒服，二拎出唔到去啦。今日咁我可能同 Ivy 出去 ，Ivy 佢哋都未瞓醒，最后一日谂住 hea 下。咁我哋依家去食早餐。今日本身谂住二拎安排咗去梧桐嗰啲，我影下周围啲环境俾大家睇好冇？即系我哋上咗二啦。呢度行出去咧就系我哋琴日睇到嗰度啊，闩房门未啊？攞埋件褛啊，小帮手。咁样咧可以出去。出去睇下个风景咁样咯，就呢度啦。咁样咯。大帮手同佢爸爸就喺四合院嗰度瞓，我哋就喺二楼瞓咁样。因为 book 唔到咁多房，啲房俾人 book 晒靓嗰啲房，所以就俾大帮手瞓。咁我哋而家落去食早餐，去庭院嗰度。落去搵爸爸，之后食早餐。OK。呢边啊，傻猪，呢度，琴日黑妈妈咧影唔到 ，OK， 系咪呢边噶？我唔知道有冇行错路啊！琴日都睇唔到呢啲画啊，黑妈妈 ，OK， 依家睇个庭院啦，嗱，呢个阿 Phil 佢嚟住呢度，亮亮，我嚟同你请安咁样，亮亮请安，再夹杂。咩啊？平心啊！扎啊！真系扎。未啊？阿罗嚟啫嘛，搵爸爸嚟噶。我分人都嚟搵爸爸。真系。唔系呢度，唔系呢间，唔系。太乱啦！呢度六号院，我六号院啊，你爸爸。你帮我拍啊 ，OK，Thank you， 唔该晒你。好啦，敲门啦，你睇下有冇门。哇，冇闩门咗嘅，啊，好舒服啊！影下我日景摆去 IG 先，好靓啊！衬埋啲枯枝嘅树，十分之有气氛。系啊，慢啲先，头晕。四度今日已经冇零下啦，今日系啊，四度，我系走啊。今日阿 Bill 爸爸 Ken 又几影仔噶啦，系啊，我系走啊，拎晒行李上车，我系游下周围啲名胜，打下卡咁样。一二拎佢哋一家就同唔到我哋一齐，因为大仔病咗，阴公去医院睇医生。之后他们就各自了，我们今天分开，我就跟 Ivy 二拎就自己一家人，可能睡下晏觉咁样，老老在酒店。好，一阵看看有啲咩明星再影俾大家看。OK， 好靓啊呢、这个四合院，真的好中意。小帮手啊，都唔想走啊，我都唔想走啊，哇！好上车，好，都是第一日九架车，我全前面你去系咪要去睇一睇毛主席遗体啊？唔睇啦，我睇过，我睇过。我睇过邓小平遗体啊。系啊，呢、这个中物。哦，呢度就系故宫。后门啊，呢边系。紫禁城啊？系嘛？系啊系。系真系噶？呢个真系。O K。我唔入去，我哋下次先去呢啲。右手边人民大会堂啦，嗱呢度。系啦 ，OK。左边依家都系仲系故宫嗰啲嚟噶。哦，宫。OK。故宫后花园啊，呢度我嚟睇佢个后花园嘅墙啦，城墙。我好想入去睇啊！我好中意呢啲啊。我呢度系北京大学啦，就系。前校舍，北京大学前校舍 ，OK，
依家係咩啊？咁而家應該博物館嚟。博物館嗰啲啊 ，OK。我鄧小平之前住嘅故居。我呢個係北京大學啦，就係前校舍，北京大學前校舍。OK。依家係咩啊？咁而家應該博物館嚟。博物館嗰啲啊 ，OK。係啊。哦，呢度就是故宫后门啊，呢边系紫禁城啊，系嘛？系啊系，系咪真系噶？故宫嗰句真系。O K， 我唔入去啦，我哋下次先去呢啲。左边依家都系仲系故宫嗰啲嚟噶。哦，宫。O K。故宫后花园啊，呢度。我嚟睇佢个后花园嘅墙啦，城墙，我好想入去睇啊！我中意呢啲啊！我邓小平之前住嘅故居，我哋依家去杂杀海啊！杂杀海，我哋到咗杂杀海啦，落咗车啦，咁咧有呢啲车租，之后可能围住呢个杂杀海咧。就遊覽下咁樣咯，睇下幾多錢先。呢架車坐到兩個人嘅啫 ，OK。嗱，好多呢啲車嘅，唔使擔心冇車租。好多呢啲車，人力車咁樣，佢就車住你，圍住呢個雜殺牌打卡咁樣。好啦，依家$100一個算啦，唔趕卡啦，好攰啊，所以當俾人賺下錢咁樣啦。好，我哋依家坐呢啲车啦 ，OK。小帮手，我哋依家坐紧咩啊？人力车系嘛？系啊。啊，我哋坐紧人力车，哎呀，我哋踩住架车，带我哋喺度游览下。我哋唔干事。喂，望住啲小帮手仔。因为唔可以摆上去。呢啲嘢我会剪一条系可以摆，剪一条系冇理由咯。Hello， 我挂住玩嘅，但系我俾个手套你戴翻，有啲冻。好啦，依家就坐紧呢个人力车，我哋喺杂杀海坐人力车，之后呢个靓仔帮我哋揸车 ，OK。就系第二啲团友嘅车，系啊，好冻啊，冚晒被啊，而家冚晒被，喺度睇下个风景。系系呢个咩啊？北京杂杀海体育运动学校啊？呢度北京杂杀海运体育学校啊？呢度入边就系啦。有人喺入边住啊？呢啲真系好靓啊！呢啲啊！你睇下啲風景啦，小幫手，我就望住個 transformer 公仔。你嚟北京，我哋就快翻香港噶啦。你仲唔睇啲風景咧？翻到香港冇得睇呢度啲風景啊！哇，呢好靚喎，呢屋前海室，但係好舊。係好舊，你唔中意嗎？我中意啲舊嗰啲古色古香呢啲叫做，係咪？好少古色古香有啲建築物噶啦，依家全部都好 modern 噶啦。OK。有没有人在里面的？走吧，喝酒的吗？喝酒的地方啊？哦，好。啊，是什么？花冰场。花冰场，现在可以花了吗？还没有。夏天没开放的。啊？夏天没开放。还没，因为现在还是水嘛，还没结冰嘛。面表面结冰而已吧。那边一定是冰了，冰特别厚了啊。真的吗？不会掉下去吗？肯定不会的，绝对不会掉。如果你可以看一下，有没有过去？好好，咱们这里面叫试唱。系试唱，有下个台。哇，有冰糖葫芦啊！呢酒吧咯，吉他吧，咁样呢酒吧，这个好像酒吧街，酒吧街，酒吧街哦，酒吧街。里面就是酒吧街，如果朋友们喝酒就到这边吗？对，两个酒吧街，一个三里屯酒吧，一个
沙里泉哦，沙里泉就是比较有名的嘛。啊，对对对，这里是哪里？西泰海酒吧街。哦哦。晚上特别热闹。啊，对。好哇，好靓啊！呢啲好旧式嗰啲。三里屯酒吧街就出名啲咯，我谂啲香港人嚟北京铺就系去三里屯，三里屯啊嘛，嗰度个酒吧街啊。好。咱们上车那边就是。香港驻京办事处嘛，就在这儿。吓，有烤肉。我想去北京，嗰阵时我系好耐之前同我爹哋妈咪嚟北京，第一次旅行我第一次坐飞机就系去北京嘅。之前，真嘛？呢啲都系酒吧，系啊，也是冰来的嘛，已经是冰来的嘛，花冰的，哇，很大的地方哦。对，一会儿咱们。更大哇！全部人也可以下去溜冰吗？最上面可以上两千人哦，两千人呐、啊！对，哇，好厉害！我们拍个照哈，爸爸给我们拍照。嗱、嗯，呢度就系滑冰场，佢话可以有二千人喺度滑冰喎，结晒冰噶啦，依家已经唔会突然间变翻水跌你落去嘅，放心。佢迟啲就会开场，即系依家未开放嘅，一开放咗咧，可以有二千人喺下面滑冰，自己可能带啲冰鞋嚟咯。这个酒吧街集杀海酒吧街这样的。是啊，迟些跟些女生约埋来玩。不带小朋友之后自己我们成班女人来拍下古装啊，再去古宫啊那些。好靓啊，这里。咦，是的，这里还有水啊，还有水啊，怎么话这里面暖和，所以它冻不住。哦哦，这里还有水啊，滑滑滑跌过了水没死过。对对对。是好集杀海啊，这里啦。这些应该是旅游景点来的。解重楼这个。啊，这个吹糖啊，吹糖人啊，吹糖人啊。嗱，喺度吹公仔出嚟嘅嗰个人 ，uncle， 吹糖人，哈哈哈，佢吹攞啲糖咧，之后吹一个咯，好多嘢食啊，雪梨汤，系啦，哈，啲酒吧俾人饮酒喝酒的地方，啤酒全部也是喝酒的地方，晚上就很热闹嘛，哈，嗯，对。我说普通话你听得明白，哇，白色的这个已经变，对，比咱那个湖更大，对啊，这里比较大啊，哇，这个这边好玩啊，哇，这个溜冰可以，大佬几日之后就开来给人溜冰的了，哇，滑冰几日，对，我们现在三架车在这里，对，我这里还已经有人在那里，已经有人在里面 set up 一些，对对对，试冰啊，喺度，又有啲人喺度试冰啊，啲人喺度。OK， 哇，好天啊，天气十分靓啊，个天空。嗱，佢滑冰咧，佢已经有晒摆晒啲嘢喺个冰上面啦，摆晒啲嘢喺度。有多少滑椅就可以上多少人。对对对对，好多。嗰个又可以扶住啊，唔识滑冰嗰啲人扶住，已经准备。准备就绪了，已经这个滑冰时间两三日后之后就开始，哇，好犀利啊，好厉害，好，现在啲冰在个天，在个瓦顶，啲屋顶嗰啲，跟住呢啲屋啊，好正，但我入面我都要古色古香一啲，入面系用紧百叶帘啊，我见到有人，但外面就系好。看看我們自己先有個倒影頭先，追回他們現在。 OK， 加油，個天空挺漂亮的，耶、yeah， 天空很美，哇，這個應該上整架車上船了，已經整到小胡同了，這個就是、小胡同是什麼意思啊？就是街道小过道，就是里边住的人的，就路的那个巷子，在北京家，在外地都叫巷子，小巷，哈，就是胡同的意思。好，地下都好多树，好多山来的呀。在北京叫胡同，南方叫小巷，哦，上海叫弄堂，叫米弄。好，明白。街道里边住的人呢，就这样子叫胡同。好，谢谢。这些就是的吗？
都是住的人的嘛，这个。这是小胡同啊，是吧？啊，都是居民区。好的。一般的住人的地方都叫胡同啊。嗯。再看一下这个街道，再看一下这个路，叫马路。嗯。这个是生谷番，这里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的？这个是哦，这个四合院。四合院哦，我喜欢啊。买一个要多少钱啊？一平方米50万左右。一平方米50万，一平方米50万 ，OK 哦，都拿来。香港的房子贵吗？对啊。只有香港房子贵吗？对对对，这边比较便宜哦。哎呀，猫啊，细佬，有只猫喺上面，见唔见到？见唔见到 ？Black cat 啊？系咪 unlucky 嘅？唔系，冇嘢嘅咩？佢哋有啲人系咁讲咯，但系我哋 Jesus， 我哋信 Jesus 冇呢啲啊嘛。为什么？这个？也是有人住的吗？还是餐厅还是什么？超市。超市，在里面买东西的。对，商场，百货商场。啊、哦，百货商场。冬天没就买面条啊，买什么零食啊，拿一些。商场休息也有。冬天这边没人，人家就回家了都。好、哦。关门歇着。恭王府也跑。这个地方叫恭王府。恭王府哈。这恭王府就是大茶馆，和珅知道不知道？哦，和珅的家的。没什么看的。今天我们小区造成小区很好，特别漂亮。好，看瓜的。好的。这个入口。入口。咩啊？嗰只狗仔。好。头先嗰只恭王府入口啊，嗰啲王爷嗰啲嚟嘅，好有钱啊！入边好靓，我见到入边都好似北海公园，又系好多古旧嗰啲建筑嗰啲。但系今日应该冇时间入去睇啦。啊，依家周围行。好好天啊，今日天气真系。后面两个小楼叫钟鼓楼。对。钟鼓楼，晨钟暮鼓，早上敲钟，晚上敲鼓，700多年了啊。哪里？就那个。700多年呐、啊。1272年。1272年呐、啊，哇！现在有什么人在里面？没有了。没有人，那边是。是参观的吗？对，可以参观的。嗯。观光的。哦、哇，好厉害！我喜欢这一些旧的东西。一会儿你们就查到云德上雨过家的时候，逛逛就去玩那个。对对对，好好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打一打卡。打卡。好，谢谢。差不多了，我们下车了。高中老车，欢迎啦，老车。好。嗱，司机叔叔就介绍我哋去呢间烤肉季嗰度食。80多年歷史串燒咁誇張嘅，試下有幾勁先。嗌啲咩啊，娘娘依家？油條包麻。即係佢喺呢度啲肉鬆，肉鬆。係啦，我買啲肉鬆紫菜嘅。係，之後攞個嗰啲炸嗰啲油炸鬼啦。冇錯，油條。塞一嚿麻薯入去。係。係而家整緊啦。炸緊啊？係啦，炸緊條油條。係咩？我真係翻炸，佢依家呢度噶嘛。係啊，冇錯。OK。好，依家我哋集实海扫街，扫街时间，啱啱买咗冰糖葫芦，而家喺度玩紧，之后依家等紧呢个油条包麻薯，阿娘娘要食 ，OK， 睇下有咩味啊？海苔肉松味啊 ？OK， 海苔肉松味，几得意啊！诶，嚟啊！哇，系。一半啦，就差一半俾。系，唔使。嚟啦，我都。好。哦，睇下，哦，麻薯嗰啲嚟嘅，煙煙韌韌嗰啲咯，鋪喺面黐住嗰啲肉鬆啊，應該係嘛？是啊，羊鱼肉。我拿在这里拍。弄些芝麻在这里，之后弄些肉松。黏不黏得实的肉松？
啊，好攰啊！我夹住热狗啊嘛，大佬。OK，OK， 你试下明知啦，妈咪买。系啊。油炸鬼夹肉松加芝麻加麻薯，几得意喎喂。系啊。哦，咁样食嘅喂 ，OK 啊。OK， 揸住影张相先啦，你哋打个卡喺门口。嗱，依家我哋咧继续喺呢度扫街先，喺呢条街扫下睇下啲咩食。都好饱，唔想坐低喺餐厅又成个钟食嘢。我哋依家去一间超过100年历史嘅食串烧，搵下先。间串烧咧叫做烤肉桂啦，啲人咧买完之后咧都嗱呢一间就系超过100年历史，佢哋个个买完喺度食啦，就呢一间烤肉桂。OK， 依家试下好唔好食先。哇，喂，羊肉串啊，正啊，烤羊肉，好细串嘅，15，哇，10蚊串嘅都要，睇下先。嗌啲食先，15蚊串。不用，拿着去了哈。食完之后还翻去咯，冇啦，四串啦，食啊，你三串啦，哥哥咧，哥哥都食噶嘛。好，三串试下先。有啲人仲话要加辣添啊，吃完之后就翻回这边哈。好，谢谢。试下有冇食先咪，攞一串试下先。好，依家我攞一串试下先啊。嗯，好味啊！好酥好正啊！嗯，好味啊！嗯，但系羊肉嚟嘅喎。只有羊肉吗？没有猪肉，没有。轻声点啊！好。有没有鸡啊？好美啊！嗯，好香啊！好正啊！你老公食唔食噶？佢唔食噶。嗯，系啊。你食下咯。好味，好香啊！你都食食啲啊，你都唔够添啊！一串要食多几串啊！好食啊，小帮手，好唔好食啊，小帮手？你唔食啊 ？Phil 食唔食啊？佢食啊，佢反而中意我系嘛？好食啊！我先食埋呢个先。嗯，好味，好味，好味，真系百年老店，真系百年老店啊！你唔食啊？我麻麻地噶，食一粒啊！我食咗粒，嗯，其实臭豆腐试下好唔好食先，都几臭。OK， 食啦，都臭啊，嗯，都几得意，好好食啊！个羊肉真系铜锣烧，哇！呢个有咩啊？红柳大串、平安锅贴，呢啲食锅贴，系啦，铜锣烧。系啊，呢度成条街仲有，哇！入去再行下先。呢度上面系咩嚟啊？呢上面系应该系平房嚟，系咪？啲人嚟住嗰啲咧，入边有啲地方。嗱，呢度有洗手间、公共卫生间。OK， 好，我哋行到呢条街睇下咩食。米啊？嗯，系啊，50米就有洗手间咯。好。50米。系啊，睇下先。爆肚王咩嚟噶？嗰啲猪肚嗰啲啊，爆肚粉。咁样咯，即系加呢啲都我哋平时食自助餐嗰啲粉，唔食啦，太饱啦呢个。我宁愿食多啲羊肉串，因为羊肉串食完会挂住啊。好搞笑，呢个系蟹黄汤包，系俾你饮佢啲蟹黄汁，之后饮完之后就食佢个包皮。OK， 即系饮完啲汁就食包皮。呢个啊，唔知点解会唔食啊？咩啊食噶嘛个皮？跟你噶，咁你咁样狗啊嘛，食包皮啊，系咯，你好。呢间蟹黄汤包咧就喺桥口嘅啫，桥口呢度第三间铺咁样，就系、是、蟹黄汤包呢一间，呢一间，我哋打下卡，等下先，就系呢一间啦，就系呢间。这个皮会不？等一下喝完之后会不会要吃的吗？可以的，要要可以的。咁啊，用怎么吃啊？咁样吸管一条，吓吸管一条。哦，用吸管去挑嚟食就 OK 啦。OK，thank you。呢个蟹黄汤包 OK， 诶，几好饮喎呢个位，好热啊个汤包，饮嘅时候小心啲。嗯，不错不错 ，OK。呢个小笼包已经饮到七七八八，食个皮先。嗯。嗯，佢有个兜咁样嘅，接住啲汁，
咁你就可以食埋佢啲渣，系啊，搞嘢，嗯，咁样，果皮煎煙人人都 OK 嘅，饮埋佢汤，嗯，可以一试呢个。娘娘在后面吃什么？我想整一下娘娘在后面吃什么？我们在后面吃这个小笼包。一个橙酒，孕妇都喝的橙酒。橙酒啊？啊，是会有炒米茶啊，里面。嗯。挺得意的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味道的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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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是嗯 ，OK， 去玩，好，等咗你先，吞啲流嘅电脑，几好去周街都有垃圾桶，因为呢条真系食街，全部都系食嘢扫街，好正，好满足啊！一阵要翻去食下啲羊肉串先。嗱，呢个望落都好好味啊，百年老煮，得得。望落都好食，睇落去啲嘢，哇！牛大腸啊，呢個我最想食嗰個牛大腸，就係想食呢個，呢個都中意食牛肺，哇！好正啊，好想食啊！但係我去流 quota 食呢個嘅羊肉串，又食冰糖葫蘆，有啲手工藝嘢，有啲茶葉賣啊啲咯。呢度系啦，嘢饮啊，就系咁啦。呢条街，唉，行完咗啦，差唔多系啦。有嗰、那个，咦，入去寄张邮政有postcard 翻香港俾自己。嗱，呢一条咧烟袋斜街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头先喺入边啊邮局啊，同埋食串烧啊小笼包嗰度行咗出嚟呢度啦。行咗出嚟之后转左手边咧，就系呢一个红色嘅嗰栋。建築物啦，頭先嗰個人力車就叫我哋嚟呢度睇下嘅，嚟打張卡影張相。我依家個電話咧得翻2%，個插電器已經插滿，即係冇曬電啦，個插電器都，即係個電話依家剩翻2%。我諗我如果冇插電器咧，我就影唔到落去。好啦，下次睇下去边度旅行，去边度玩，再影俾大家睇啦。下次见啦。好啦，依家翻香港啦，6日5夜嘅旅程已经完结啦。我唔舍得啊，我想留多几日啊。好啦，下集再同大家见啦，睇下下次再去边度玩啦。拜拜，拜拜，娘娘，拜拜，拜拜。就另外一个二零娘娘，唔知喺边啊？好啦，翻到嚟香港啦，攞埋行李就翻屋企瞓觉啦，晚瞓到依家差唔多10点几啦，翻到屋企11点几、12点啦，瞓到觉嘅。好，拜，各位再见。